花花张政委遭中信兄弟队释出，昨天出席中职年度颁奖典礼，领取最佳九人外野手奖。记者于成汉摄影分享，前一晚遭到中信兄弟释出，张政委今天出席中职颁奖典礼，领最佳九人外野手奖。谈到接下来的计划为何，张政委只回答继续加油，继续练习训练，剩下的交给经纪公司。张政委手中拿着讲座，不过脸上的表情却显得沉重，甚至一度在台上哽咽。他说，收到离队讯息后，隔天却要来领奖，心情一定有影响，我控制不住情绪，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。对于网络上传言他是因婚外情让球队决定不续约，张政委回应，这是个人私领域的事，如果不是事实也不想澄清，只想打球做好自己的事。从中信球季尾声的冰风暴事件演变成了现在的结果，张政委说，球队有球队的考量，我不能多说什么，只想在球场上好好发挥，做好自己的事。